下面再配件拍一下，四颗螺丝长轮，这是配件，这是13的扳手 ，M4 的内六角，然后这个是减弦，我们先装好先座椅。然后我们把这个皮先装一个放在下面，防止这里被刮花。装的位置，我们先把座椅套上去，装一个大概的位置，比如这里平行和这里，然后是成一条线，稍微往上面延一点点。自己装的时候，一定把这个四颗螺丝固定。把它固定稳，扭紧，然后把这个座椅套上去，用这个13的扳手把这个螺丝扭紧。这边有个螺丝，这边有个螺丝，两边螺丝都扭紧。一定要扭紧，然后转转一下，这一个也把一个把这个放在这里边，然后把这个套着上去。这里，这个车架这里有一个卡的，要把这个套在这里。然后把这两个螺丝，固定到这上面。这边也有。装脚踏，这两个螺丝先装一个垫片，这样子放这里，从这里穿，先不要穿完，然后一个这个放在下面，叫它放一个垫片，一个螺丝，这个也是同样的，装一个垫片，然后从这里插，不要放完了，然后把这个放在里面去，那个怎么穿过去？把螺丝扭紧，一定固定紧了。